罗马书第四章第六到第七节，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，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，主不算为有罪的，这人是有福的。是的，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，这人是有福的。今天有很多人是生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中，所谓罪其实不一定是什么大坏事，就好像是发脾气，我们明知道不好，既得罪人又对自己的胃不好，可是脾气一来就好像山洪爆发，不可收拾。等脾气发完之后呢，又开始懊悔，哎呀，刚才真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下次再也不无缘无故发脾气。可是下次呢，还有下次，一次又一次，好像我们永远胜不过那在我们里面的力量。其实不只是发脾气是如此，如果我们肯让自己谦卑的来查验我们自己，我们就会发现有许多事情正在辖制我们。许多人心里充满了怀恨，不能够饶恕别人，许多人心里充满了自大骄傲，甚至有些人活在许多不洁净的思想里面，到现在都不能胜过。很多时候当我们生活在这些黑暗的权势里面，我们的心就没有平安。多少人心中常常被罪恶感所控告，也有人生活在对过去的懊悔之中，心里没有真正的自由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与过犯的时候，甚至是我们对别人的亏欠，神就要用主的宝血来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使我们得医治。主的宝血能够带给我们在三方面的恩典。第一，宝血能够带给我们在地位上的赦免。当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的罪过的时候，主就要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，在神面前这个罪已经被赦免，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像一张白纸一样，在地位上我们被赦免。第二，宝血也能够带给我们在情感上的赦免。许多人虽然认了罪，神也赦免了他们的罪，但他们的心却不能饶恕他们自己，他们仍然活在过去的辖制之中。然而主的宝血不但能够在地位上赦免我们的罪，而且呢，也能够在情感的深处来赦免我们。第三，宝血能够带给我们伤害的医治。有些时候我们的心会因为从别人而来受了伤害，许多时候那些伤害常常使我们的心活在冰冷与黑暗之中，主的宝血也能够填补在你我心中的伤口而带来医治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在你的心中你需要被赦免及饶恕吗？你只要祈求，我的赦免就能临到你。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再一次把每一位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来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应许我们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就要赦免我们。我就求你今天就将赦罪的平安赐下在我们中间。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祝福你。